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。妈，还有刀呢。吐出一我这是儿子。别动，我儿子还没来，别叫我儿子洗脚吃饭。哦。你从春月入酒杯，梦从此溺亡。哎哎，哎妈，哎妈，你又坐我位置干嘛？快，你下次怎么回事？这么喜欢坐？哟，这是我儿子爱吃的。对，这鸡蛋让我最爱吃了。妈，这米饭也不够啊。不够是够儿子吃。婆婆今天是怎么啦？妈真香，哎呀！来，那就是这个。妈，这什么？烧烤啊！烧烤啊！真的假的？嗯。哟，真的有烧烤啊！来，我吃烧烤，这米饭给你吃。我也想吃烧烤。你吃什么烧烤啊？没听到我妈说吗？给我准备的。你个外人吃什么烧烤啊？啊，想啥呢？妈是我亲生的，你好事当着给我吃了。哼，快吃，吃米饭。哎，米饭就米饭吧，也不知道这碗够不够。炒肠。仔细想想，我好像有半个月没吃烧烤了。老妈是懂我的，嘿嘿。这你别笑。妈，这烧烤好烧啊。嗯，有没有羊肉串呢？嗯，羊腰子呢？嗯，哦，也有啊。那我吃一个啊。等一下，叮叮啊、哦，对，这还有个外人。哼，我等你吃完我再吃。我先吃根香蕉。妈，你吃吧。哎呦，你不吃是吧？你这臭小子真的太调皮了，今天我要帮儿媳妇出出气，治治你这自私又爱吃独食的家伙。哎，快点吃啊，吃这么慢。快点快点，来，有人饿得流口水了。吃啊。明明是自己馋得不行了，总来催我。这么好吃的红烧肉和豆皮给你又不吃，你就慢慢流口水吧。这这么香，妈，我都看饿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先吃一根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什么急啊，他马上吃完了。别是几天没吃饭了啊？吃这么香，给我都看饿了。你不懂，老公，这个豆皮啊真的很好吃。哼，好吃有我的烧烤好吃吗？哼，你想多了。可以吃上个半月了。哼，难道你还有什么想法？今天你就给我饿肚子吧。吃完了。嗯，喝完了。吃这么干净，那我要吃到烧烤了。不吃了。竹签都没你的份，一天天的。哎，啥情况？这不是上海青了吗？我的烧烤的烧烤的哈。那自来就是烧烤。妈，你这好媳妇啊，抢我面子。我没有，还没有，我都看到了。来，给我儿子吃。给我吃。哎，这个蛋也给我儿子吃。鸡蛋也给我吃吗？妈，你都给他吃了，那我吃什么？你等着。哼，你就等着吧，你这个外人，生个孩子不卫生，还要吃东西啊？不就是生了四个女儿吗？你有必要吗？
你吃这个。妈，这是给我整的呗。妈，这准备怎么了？还有竹签烧烤吗？啊？别动，我还没看，你看什么看呢？一天天的。哎，空竹签呢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一盆上海青呢、啊！我妈套路你的。我就说嘛，妈是我亲生的，怎么可能给你准备好吃的呢？妈，这生的上海青怎么吃啊？怎么吃？就这样吃呗。你不吃啊，就是饿肚子。知道吗？哎，平时婆婆对我最好了，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你吃香蕉吗？我才不吃，要吃你自己吃。给我妈吃香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要吃你自己吃。儿媳妇先忍忍，别急。最近这小子天天吃独食，对你态度也不好，婆婆都看在眼里。今天婆婆要替你出出气。你看怎么看呢？还你的份呢？哼，小气鬼！你还别说，这榨菜吃起来脆嫩爽口，咸淡适中，配置这个面条吃还真不错。妈，别说你做这个榨菜心呢，还挺好吃的，又脆又嫩。这个不是我做的，是他买的。你买的？嗯。乱花我钱是吧？我没有乱花钱，而且这个也不贵。你是猪吗？儿子吃饱了呀？妈，差不多了。来，你吃。你吃。这生的怎么吃嘛？就这样吃啊，怎么吃？来。来吃这个哟！哇，大烧鸡啊！我妈给我准备的，我最喜欢吃了。来，我的，是猪吗？来，吃你吃，谢谢妈。吃饭了。哎呀，你吃。哎，子怡，这是一家自主位置，你怎么坐这里？坐这边去。坐哪不一样吗？什么一样啊？是主人的位置，人一样吗？怎么，这么小就想当家了？你别笑，你怎么没有醋啊？这样子你就 搞点醋过来，吃饺子要醋的。出来了。好、碟子呢？没拿碟子啊？给拿个碟子过来。这么多干嘛？吃干嘛？哦，对了，子怡，你去拿辣椒酱过来，姑父要吃那个辣椒酱。姑父，辣椒酱来了。子怡，快吃。对啊，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。姑父还没喝水呢，你就给姑父倒杯水过来，快点。哦。小孩子多走动一下，知道吧？该怎么了？姑姑水了。怎么是冰水啊？姑父打算要喝温水，来，给姑姑重新换一杯。快去！子怡，你坐着，我去。温的哈，记得是温的啊。你没事没走啊？一会儿，这是我们店里的，快吃。